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，就是那些年我花重金买过从世界各地买回来的学学本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imiko。这次的影片主题呢，就是在我们的 KKTV 当中的大家非常就是名字叫敲碗想要看到的影片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记得按赞、留言、追踪、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子才会给我们更多的动力。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的朋友们呢，你可以留意哦，只要是 KKTV 都是你们想要知道的 KK 私物，还有 KK 私生活跟所有有趣的，或者是我个人先帮你们付了学费再分享经验给你们的特别的影片。好，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，就是那些年我花重金买过从世界各地买回来的学学本。首先呢，大家就可以看到在我的左边跟右边，这样子是1234567891011121314，总共有14双，它现在还是依然存活在我身边的学学们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双学学呢？其实还更多，但是这几双啊，是现在已经还留在我的鞋柜中，我还是至少偶尔会去穿到它。那它们可以存活的原因呢，最主要有一点就是它不会让我的小腿显粗，不过即便还是有几双就已经很少穿的，真的还是有可能。所以第一件事情我觉得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啊，因为我们是东方，我们在亚洲女生嘛，那我们的天生的比例上来讲啊，我们的小腿的长度就是没有办法像黑妞一样那么长，所以我自己在挑选雪靴的重点的时候呢，我会有几个特别在意的点，就是它穿起来有没有可能让我的比例变短，如果有，那我就是好。那现在一开始呢，在这个影片一开始我会分享一些我个人的个人资料给大家，就是第一个我的小腿的长度，然后跟我的小腿围。那这样子呢，之后我在介绍每一双雪靴的时候呢，你们就会看到我们的照片，那你就可以去比对，就譬如说这个的筒高是几公分，然后再配上我的小腿长跟小腿围，那它刚好是在小腿的一半，或者是它是高筒，那穿起来的比例好看与否，大家就可以做一个参考的依据，好吗？错了，提醒大家，由于我之前拍的影片呢，就会有人来留言说，我是不是收了业配或者什么的？嗨，没有，我说过，在 KKTV 里面呢，都是我 KK Kimiko 个人的私物，所以呢，很多其实在台湾是没有，应该说台湾没有进的品牌。那如果有的话呢，就我今天会在每一个介绍每一双雪靴的时候呢，我会以它的开头字母为介绍的代替，我就不讲品牌的名了，不然我觉得一直回复这一些就是完全都不看影片内容，然后就一直打很长串就是有点微酸感的留言，看了心很累，所以我想 ignore。 那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更多的资讯呢，记得点开那个影片下方的资讯栏，我们会麻烦小编把资讯上在那里，那大家就麻烦手动滑一下看一下咯，好不好？好，那第一双我觉得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你们很熟悉的 U 牌，但是是很多人不会念那个牌子啊，记得大家都会念三个字对不对？嘟嘟这样知道是哪个牌子了吗？ U 牌知道，但你会念它吗？不会，是三个字母都念。对，好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，你可以，它其实要念 ARK， 所以好，我也没有打，我就是讲出来，我就很想跟大家分享哈。那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一双，那这一双呢是我那时候在纽约买的，其实他们家的雪靴我已经穿了非常多双。那今天呢，现场的每一双雪靴其实都是有品牌的，有一些大家可能比较熟悉，那有一些大家可能没有听过。但是我一开始我会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为什么我会建议大家还是要选择有品牌的雪靴，
因为雪靴对于我来讲呢，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就是止滑，所以它的鞋底呢会是我选雪靴的唯一考量。因为我是真的会穿着它到很多寒带的地区去旅行跟生活的，所以如果它不止滑的话呢，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，就是以前我听妈妈都会说，哦，雪靴，因为他觉得在我们在台湾没有那么冷，所以他不希望买这么高价的雪靴。那直到有一次呢，他去寒带地方旅游的时候，差一点打滑，但还好他核心也不错，所以他有稳住，没有真的滑倒。可是从那以后，我就禁止他，我就说你的雪靴都是由我来负责，所以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。好，那这一双呢是他们家 U 牌非常有名的。后面有蝴蝶结的雪靴，应该看得到吧？看得到蝴蝶结吗？很清楚，对不对？那它也是他们家经典的高筒款，所以为什么我会把它拿来第一个介绍的雪靴，就是因为它是我出镜率最高，然后也最常穿，就是那种大家如果看欲望城市，应该会发现，就是冬天的时候，你穿运动裤、牛仔裤，任何或者是就穿平常。比较冷的时候，就是打扮，你就不想要太注意自己的服装，然后，但是套进去就脚很暖，然后看起来也不至于到邋遢，还算有型的选择，就是它。那我选的会是经典的黑色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底，其实这样子的底呢，就是你在比较湿，譬如说下雨天的时候啊，我其实有些时候还会把它拿来当，如果没有雨没有那么大。那我就会拿来当作是那个雨鞋穿，就是我真的是很不心疼的在穿它，所以它也跟我跟了非常久。那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就这双我大概已经穿了四五年了，它还是依然的如此完好，而且很好搭配。然后我也蛮常被拍到穿着它拍拍照。好，那这一双呢，如果是以我自己的 KK 的小腿型来讲呢，它是穿起来就是短裤，穿短裤还有穿牛仔裤、长裤或运动裤的时候呢，最百搭而且最不容易显腿粗的一双雪靴，大家可以参考。那我们会把它的筒高放在资讯栏里面，大家可以记得到资讯栏下面去看所有的完整介绍。那第二双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双。这一双呢，我想大家看到它的毛，应该心里就有数。如果比较有在留意一些明星，就是你知道巨星的消息的话，你们应该会看到它出镜率也蛮高。这一双跟还有一双，应该是现场的雪靴里面价位最高的。多高？我就是它应该将近20000块。台币。那这双雪靴呢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它的设计很特别，就是它是前面比较高，后面比较低，还有一个比较 U 型的鞋的形状。那这个牌子很特别的是呢，就是它在后面，它的 logo 都是一个铁牌，会钉在后面。那它的底也是防滑效果非常好的。那这个 A 牌，大家一定也很常在我的 IG 看到它。我觉得它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算这种半筒雪靴里面呢，它不是最长筒，可是半筒半长筒的雪靴里面呢，至少它还不至于让我的小腿显粗。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拿另外一个牌子来跟大家比，因为它一样哦，两个都是，你看筒高其实很细微的差异，大概只差了不到2公分，然后都是前长后短，但是颜色不一样。然后我要把它拿出来给你们看的是，这个是一排，这个是稍微平价一点，然后这个是稍微高价一点。那我在讲的时候并不是说高价就是好，我们今天影片里面所有的雪靴都只围绕了一个重点，就是穿起来显得小腿细。以我们东方女生的比例来讲，小腿穿的不会显粗的雪靴。所以呢，这两个大家可以仔细看，因为他们两个现在撇开颜色不讲，他们的底高都是差不多的。因为雪靴其实一般正常的雪靴就是
一公分的底厚差不多，因为他们会有一个防滑、防水、防滑、止滑的底。那这两双的差异呢？为什么我会推荐 A 牌这双？它显得小腿比较细，原因就是出在它的毛。你们会发现，它这一圈毛呢，因为比较蓬松，所以相对的，你的脚套进去呢，就会显得小腿好像特别小的感觉，小腿围。那这双呢，因为它的边边呢，就是它没有蓬出来那一圈毛，所以一样，虽然它们的款式很类似的时候呢，在穿这双的时候啊，我就会特别小心，我里面可能会加上一截毛袜，因为它真的两双如果一起同时穿，你就会发现这双会让你的小腿显得更细长一些。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呢，就是那些年你一定也有过一双的增高雪靴，我真的觉得现在回头看啊，你都会觉得很有趣，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个时候会流行这样的设计。但我想，就是它很红，然后跟大卖，一定有它的道理。但我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介绍，一样，它是内增高，然后这一双是外面就看起来有增高。然后他们两个共通点呢，啊，还有一双，它就直接是高跟，非常少见吧？好，先跟大家讲，这双呢就不多说了，因为其实还蛮多人在康熙看过我穿。那这双，我觉得如果因为它也算是经典款，然后又有防水台的高度，所以如果我们要讲，就是你真的要穿，让你的小腿看起来稍微就是真正正像穿高跟鞋效果的雪靴的话呢，好，第一个我还是会跟你讲，就它就是不推荐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不是很知道怎么穿高跟鞋的人，雪靴再加上高跟鞋高跟的设计，它非常重，你应该会举步维艰。但是它还蛮好看的，因为这双呢，我觉得它也是 U 牌。那它的设计好在它是踝靴的设计，然后在脚踝的地方呢又有一个斜角的设计，所以会让你的脚踝显得特别的窄，有一种很可爱的感觉。但是你一定要很会穿高跟鞋的人才有办法驾驭得了它。那第二个呢，这一双是 A 牌，那我不推荐它的原因呢，这双好像现在台湾也结束代理了。那我不推荐它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，它的这个增高啊很明显，现在呢，那个时候看起来还 OK， 因为它已经买有点久的时间了。但现在如果你再穿这样子的雪靴，就会有一点点没有跟上，就有点退流行了。那再来是它很重，虽然那个时候呢，我也是看国外的明星穿，就觉得好好看哦。它旁边啊有这种，我对于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，我就是对于这种外面这样翻，然后会稍稍露出里面这样毛茸茸的内里的雪靴，有一种莫名的喜欢，就觉得这样毛茸茸的好可爱，有一种很冬天，然后又两边有这种绑带的皮带设计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嗯，好像就是一个又率性又可爱的女孩，但穿起来就真的没有，所以这一双也不跟大家推荐，因为它为了这个跟它非常的重。那唯一会跟大家推荐的呢，就是这一双 I 牌，也是今天的所有雪靴里面呢，就是并驾齐驱的高价位。那这个是一个现在台湾有代理的品牌，也是他们的经典款。那它因为它是内增高的设计，它呢就可以跟大家，我会跟大家推荐的原因，并不是因为它贵，而是因为它真的，第一个，在这三双我们就这样一样，就是如果你想要让小腿显长的话，它的宽度你会看到。它穿起来呢，你会觉得脚好小，因为它非常的宽头。那再来它是短，那它的短里面还有是有偷偷的心机的内增高，然后它的底又比较软，所以如果呢你有预算，然后你又要想要选一双就是不用自己加鞋垫，然后看起来又可爱，而且再加它的颜色是很百搭的，那我就会推荐你刚刚那双 iPad 的雪靴给大家做参考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讲连续讲两个牌子，这两个牌子的筒高都差不多。这一双跟这一双跟这一双，好，咖啡色跟黑色这两双流苏呢，他们是同一个品牌。那这一双蓝色浅蓝色的雪靴呢，是另外一个品牌。那这个
M 牌呢，其实大家也很熟悉。再次跟大家补充一下，今天现场所有的学员都很好走，因为他们都是真的就是学员的品牌。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怪，对不对？好，反正就是真正的雪靴，不是那种假装是雪靴的鞋子。那这一双在穿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就要有一点点小心，因为为什么这三双我要一起讲？因为这三双雪靴的高度呢，都是很容易显腿粗的危险高度。那特别又是这双呢，他们家的设计很经典，就是有出资的毛线在外面，所以其实如果熟悉他们家品牌的人一看就知道。然后再来的是他们家的雪靴有很多小羊皮啊、小牛皮啊，很特别的材质或异材质的设计，然后也有亮面的，一度曾经非常红，那现在可能也有一点退烧了。那因为它这三双的价位应该是差不多，然后我先讲这双，它非常的暖，可是呢就是尴尬的点在我那时候其实一直在考虑，就是我要入手它比较高筒的还是要中筒。那为什么后来会选它呢？其实是因为一个很简单的原因，就是没有 size。 所以我那个时候，我这些都是在纽约买的，所以那时候现场因为它有 size， 所以我选它。我必须要很诚实的告诉大家，它就是如果我现在要穿它的时候，我里面得偷偷穿一双半筒袜，看起来比较不容易显得腿粗。因为它呢这个设计啊真的是很尴尬，就是会切在小腿肚最胖的位置。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入手这一个牌子 M 牌的雪靴的人，我建议你要三思，因为除非你是 Jawaka。那这两双其实也是，这两双其实啊，有如果有在追星的朋友们一定很熟悉，就是他一度被非常多的大咖歌手，像林赛罗韩最红的时候，然后或者是好像黑珍珠名模也穿过，就是你们会看到有一阵子啊，几乎所有好莱坞的大明星每一个人都穿着这双雪靴。但是就是要告诉大家，外国人小腿真的比较细，所以他们穿好看，跟我们实际上穿起来真的有差异。那这两双呢，就是因为筒高的关系，所以呢他们是 K 牌。那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，台湾应该没有进过。那这两双就是很好看很可爱，如果是穿牛仔裤，就是同色，比如说如果你穿黑色的紧身牛仔裤，勉强不会显得腿粗。那这双呢，我的搭配方式就会穿就是比如说运动的棉裤，然后来配它，也勉强可以过关。可是如果你要露出整只小腿单穿它的话呢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的腿真的要够细。而且他们两个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点，就是如果你想要入手这种很可爱，然后有非常多流苏的雪靴的人，你一定要留意的是，你们一定要小心照顾好自己的生命。因为我每一次走路，你们不要看它就是这样子哦，它就是在危机时刻，它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很长，对不对？它在危机时刻就是会让你踩到自己的流苏，然后踩断你就会很心疼，然后踩到你就会跌倒，而且还会右脚踩到左脚，左脚踩到右脚的流苏，绊倒自己。所以如果要入手这个筒高跟这样设计款式的雪靴，那请你们要留意自己的生命，好不好？小心注意安全哦，生命很珍贵。那最后呢，就要来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几个比较特别的，像这双，我相信很多人的学生时期的记忆里面一定也会有这双，这也是 U 牌的雪靴，那它一度非常的红，因为你们看这种出资的设计真的是太可爱了，而且又是这种米白色，你们就觉得说哇，而且它这个筒高，然后还有这样，你看这种大纽扣设计，是不是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好可爱的感觉？那必须要很诚实的跟你们讲，这双呢，就是它也不至于穿起来腿粗，但是呢，它的致命点就是第一个很容易脏，然后再来的是呢，因为它是针织，所以它里面也是刚刚的每一双里面都是整个都是羊毛一体成型，这双没有，它就是只是粗的针织。
所以如果想要入手这样可爱款式的雪靴，你就要一个心理准备，它真的没有很保暖。然后再来的是呢，因为你知道针织它就是弹性啊，你看它就是在收的时候，你知道它是站不住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是小腿肚比较，比如说强壮的女生，你就要小心，因为它的筒围算是今天的雪靴里面最窄的。所以如果你的小腿不够细的话，虽然它比较高，它也算是高筒的雪靴，但是它穿起来呢，很有可能因为你的腿会把这整个雪靴撑满，看起来就会有膨胀的感觉。所以如果你是比较肌肉型的小腿的女生，那一双雪靴我觉得你就也可以跳过。好啦，那最后呢，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二三四有四双呢，算是我个人的私心风收藏。那刚刚我们其实在摆这双的时候呢，我就已经被杜帮手质疑了。嘟嘟，你刚问我什么？老师，这是雪靴吗？它是，你这些小朋友真没礼貌。它也曾经很红过，好吗？它是雪靴凉鞋哦，有没有很特别？我在雪地里，我的脚趾应该会被冻伤吧？对，所以我也不明白。可是你看它里面真的是，你们这样看得出来吗？它里面真的是整块的羊毛。然后我也不明白它为什么会红。我更不明白我为什么会买它，但我就是买了，所以我才有办法跟你们分享心得啊。是的，它就是在一个在雪靴里面会冻伤，就是在某个实体就会有一些 不明白、不知所然，但是你又觉得你就是会去买它的特殊设计。那那个时候就是好像，我记得那个时候很流行那种波西尼亚风嘛，所以你就会去买它。那这个牌子也是跟这个是同一个品牌的。欸、真的，我这样回想起来，发现这个 K 牌真的出了蛮多令人匪夷所思的雪靴设计。那它呢，必须再次跟大家强调，就是如果你有考虑要入手这样特殊设计的雪靴款式的话，你一定要很留意自己的小腿够不够细，因为它就是现场所有的雪靴款式里面穿起来腿最粗的一个。相信我，因为它的筒高，还有因为它就是没有支撑嘛，还有宽度，它是在一个宽度很尴尬，筒高很尴尬，然后脚趾头露出来也很尴尬，所以我到目前为止呢，我要很诚实一定的说，买了它之后我只穿过两次拍照，因为拍照就是可以抓角度，但是真的我没有勇气穿着它在路上走，因为小腿真的太不被修饰了。那再来其他呢，就可以让你们看到，就是我相信大家应该也很熟悉，就是这个是那个 A 牌的雪靴，就是这种冬天的拖鞋嘛。因为在一度一些韩剧非常红之后呢，大家就你知道有一阵子很流行要买这样子的拖鞋，因为就觉得居家拖鞋穿起来好可爱。那我个人呢，算是一个重度患者，就是最后我只留下它，因为之前我都买 U 牌的。那 U 牌的跟 A 牌的比起来，为什么我只留下 A 牌？因为底的关系。U 牌的他们家的雪靴款式的这种毛茸茸的拖鞋啊，它的底比较容比较厚，所以呢，有些时候如果有湿气的话，它比较容易有味道。而且它穿久了呢，就是这两块，这一块你就可以看到，其实看得出黑黑的吧，因为它就毕竟是有使用的痕迹。那以就是耐穿度来讲的话呢，这样的拖鞋我会比较推荐是 A 牌的，因为它的第一个重量，因为它底比较薄，然后重量就会比较轻。然后再来的是，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，就是如果拖鞋太厚，其实很容易在家就是你的脚跟拐到，然后就滑出去扭伤脚。我个人就会非常在意这一点。那这两双呢，最后今天的这两双就是算是一个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私心风入手，就是这是 U 牌还是这是 A 牌。诶，这样看起来我真的很喜欢 A 牌跟 U 牌耶。所以其实大家如果要买雪靴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入手这两双，因为你们就会看到其实我个人最常穿，而且真的也是会一直重复购买率最高的就是 U 牌跟 A 牌，因为
他们第一个就是很耐穿，然后第二个舒适度好，第三个舒适度佳。那这一双呢，就是有一点像豆豆鞋款式，他们两双的指滑效果都非常好。那这双就是那时候我很想要一双豆豆鞋，可是因为豆豆鞋那个牌子呢，对于我来讲，我的脚很薄，然后又很小，所以我不管怎么样穿，我就是很磨脚。所以那时候一看到 U 牌出了这样的鞋款，我就觉得它里面铺满羊毛，就觉得好温暖哦，好喜欢。那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只有，就是你要很留意水汽，因为它的外面是麂皮，所以它很容易，尤其是在台湾，就湿气很重的情况下，很容易发霉，所以你要照顾它，没有那么容易。这双我已经穿很久了，但它蛮好穿的。那这双呢，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，就不介意，这是 A 牌的，虽然它也很可爱，然后看到脚踝这边会有那个毛茸茸的边边，可是因为这两款都算是常卖款，那为什么不推荐它呢？其实是在脚背的部分。如果你跟 KK 一样是算高脚背，然后它的脚背前面是松紧带的设计，所以呢，虽然这两双我那时候是很怕摸到后脚跟，所以我才选它。那 A 牌这双没让我没有想到，是因为它这整双都是皮，所以它比较硬。那前面呢，为了让大家好穿脱，它做了一个松紧带的设计在前面脚背，让大家穿进去的部分。可惜呢，那个松紧带真的很硬，所以我的脚背永远穿它，我就会被磨出一道鞋痕来。这也是我后来很少穿它的原因。那今天的雪靴到这边呢，就跟大家介绍到一个段落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类型的影片，就是非常的，你觉得非常的适用，然后也为你带来很多就是很棒的参考的依据的话呢，记得留言给我，告诉我你的喜欢，或者是你希望可以下次再拍什么样类型的影片。然后记得，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，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订阅之后要记得开启小铃铛。那你们的留言跟按赞就是我们拍更多影片的动力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Yeah, yeah, yeah, yeah. Chemical.